幽暗的空间里，电影阻绝了外来的现实，带给我短短几小时的奇幻旅程。观众之所以能游走在电影世界的真实与虚幻之间，就是透过摄影师的眼睛与技巧，让我们得以追寻电影世界的光影流变。摄影师不仅拍下光与影，他们更要能将每个导演的意象转换成真实，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逝水华年》，我是主持人李伟文。在台湾有一位电影摄影师，他深受中外导演的信赖，他是侯孝贤、王家卫、柿子裕和的合作伙伴，拍摄了无数得奖电影。这位电影摄影师就是李平斌先生。乘着光影旅行这部片记录了李平斌在电影的记忆以及生命历程。然而这部作品的企图不止于此，纪录片更进一步的追问，摄影可以留住什么，电影可以把人带到哪里，人生还可以走出什么样的意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跟着张秀雄导演的提问，一起感受一位电影摄影师的不平凡视野。